青岛这边今天又下雨了，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去海鲜早市了，今天去买点菜，买点海鲜，看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。今天虽然下雨，但天气还不是很冷。我们都为了生活四处的东奔西走，为了在一个城市安一个家，总会被放肆的不是。这带鱼怎么卖的？带鱼啊，啊，买人不少嘞，买一下那么多。这是蛤蟆鱼，鲳鱼，鲳鱼也不少，这怎么卖的？哎，这个带鱼怎么卖的？带鱼啊，22，这个大，这个5块，那个7块，这30块。3只多，4只了，这个是本地的呢。那鲳鱼也不孬，这个48一斤，涨钱了，涨了不少啊。也冷是不是？马上冷了还贵，快冷了是不是还贵啊？这当地的，这都是鱿鱼，现在卖海鲜的，赶早市的。马上天冷了，你看这个，大家都想准备多买一点，储存起来吃。这小墨鱼，因为都小墨鱼。这小墨鱼怎么卖的啊？墨鱼十七。十七。啊，哎呀，这么多人。这个是墨鱼吗？还挺大的嘞。咱那不是这么小。哎呦，这么多人。14一斤里虾，除了墨鱼就里虾了，还里虾不少。这是卖什么的？这是黄花鱼、鲅鱼。鲅鱼15。小黄花鱼6块5一斤。这是野生的，这种小就野生的。6块5一斤。这多少钱一斤？你别哭，是吧？这个大的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嗯。30一斤。这个新鲜。鱼儿。这鳗鱼咋卖了呀？13一斤。不能挑是吧？是什么的？哦，这个鱼大。这个鱼厉害，他这蛤蟆鱼咋卖了？4块钱一斤，蛤蟆鱼就便宜，但这个鱼特别好吃，会吃的话。